七月五，力腾两位新牌队长将带领队员们勇闯本地体坛。我们会参加国家队的训练。国家队的体育健儿化身新牌教练，为他们展开训练，传授运动秘籍。这一人容易吗？在长长的体力、耐力和意志力的考验中，谁将收获最多的 MVP， 成为演艺圈最强、最全能的新牌运动员？新牌运动员的 MVP 是新牌运动员。2月13号起，晚上8点，八频道。2月13号起，你也可以在 Mi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新牌运动员的视频。